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38魔抗，可以。有情况。打卡力应该还行，他烟一放，我一放雷，他放烟我放雷，他放烟我放雷，他烟我雷。无论怎么打，俺们，都是合适的，都赚。来了，正在报告。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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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一级跟我积木打，小小阿卡丽。兜兜死掉，兜兜兜兜，你还有查克拉吗？我想问问你。兜兜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小兵。想杀我你可以试一试。我让你试一试怎么样，你敢试一试吗？对不起，我溜了。他应该是要生了，我也要生了呀。他生他多啥呀？他生，他没有查克拉，他生又能怎么样？兜。哎呀，哎呀，走了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。整个皮孩吧，这车补着我们出小药了，这车没补着，够呛了。要迅捷，猴哥，我好困，困呐，一会儿就不困了。来人，把他封了。兜，哎，小莫快跑！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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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烟儿呢？烟儿没了，烟儿没了，你不死啊？插个眼儿的，可以，我的炮车。先抠你一下，兜兜兜兜，回见，回不回见的，咋的呀？是我一个兜，回头再见吧你。我们已经升6了啊，现在更不怕他了。
他敢放烟我就往里放雷。是长官。兜兜打都打不着，扣都能扣歪了。嗯，兜兜有迅疾。哎呀，兜你烟我雷。嗯，兜兜兜兜。嗯，谁来了？走呗。QA， 我靠，不是吧，致盲还带电刑的呢，那凭啥呀？那我这致盲有何用啊？这也能带电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W 出发，不是 W 啊，他是过来一 Q 没打着我，平 A 了我一下，我给他致盲，他摁了一个 W 再 A 我一下，触发电刑，明白没？是这三个三下打出来的，是他两下平 A 加 W 触发的我电刑，明白吧？你生没呀？还不生啊？有迅疾。撇个雷，炸！兜兜兜兜兜兜，跑得太快，算了。是长官。真能跑啊！红惩不 A 还能触发电刑呢？那你最起码红惩剑你打着人了吧？他平 A 被致盲，他连打都没打着人，他打着了吗？他就不算打着了呀。致盲，兜儿，哎，给你撇个雷，我看你补不补。王子应该来了吧？兜儿，我能扣着你，你扣不着我。撇雷，炸！兜跟我俩搁这放 E 是不是？兜完了，兜错人了，四口死的，这不吃死容易死啊！他没带点盐，我们不用太害怕，他伤害不高，而且他已经没有药了，我们可以再跟他耗一波。抽你！哎呦我！兜兜兜兜兜兜，嗯，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我的积木，吃个塔皮，快跑！我藏起来，哎，别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啊，这里头有眼儿，别动，千万别动啊，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啊，现在动了就死啊，现在动了就死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动啊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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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头有眼儿啊，
还有破密。走啊，走个屁，这里头有眼儿，他放了那眼儿。我们等他走了我们再出来啊。还有破密，来个人啊。来个人啊，来个人，救救救救救救，我动不了了。啊，来个人，来个人，玩吧，快来快来快来，这吃我塔皮呀、啊、这来来来来来玩吧，把他引到这里来啊，快来快来小王吧，快来，哎，等上草房，撇个雷啊、哦！哎，再撇个雷，炸！这王八也不行啊，这虚区！我靠，打死他！还行啊。150块，虽然我们塔皮没吃到，我们其实也就150块钱的那个赏金，也没多少，还好。阿卡丽被我送起来了，他161就被我送起来了呗。下回我161，你们必须得说我能起来啊，听见没？下回161，我只要杀一个人，我0-6以后杀一个人，你就必须得夸我开始，听见没有？有情况。我丢俩塔皮呢。那我还吃他杀塔皮呢，他能起来干屁，他13分钟两件破装备还起来呢，被我送起来了，那么好送，那英雄联盟还打优势干什么，那都劣势得了，谁也别优势，杀一个人就起飞。我先给你撇个雷，再给你撇个雷，兜兜兜兜兜兜兜，你是真牛批，我就发现兜兜兜兜兜兜兜，哎，吃塔皮，是防御塔了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啊！阿卡丽活没活？皇子刚活，没事，他活了，他也没大，他追不上我。咱先把这炮车打一打，然后放个雷就可以走了啊 ！A 一下放个雷，这些兵就基本上都让我们炸死掉啊！回家，不用回家，其实。来，我隐身，来呀、啊！我都不回家，你看，嘚，我能打到你，你打不着我，我还有红 buff， 我恶心你。兜兜，放雷，兜兜，阿卡丽死了，闪现，兜兜兜兜，抠一下，兜走位，兜，哎，这个走位很细节啊。
爬个眼儿嘞。撇个雷，我们把上路二塔给他拔了。阿卡丽这波来我们就得走了，他有大了啊，上波他没有大。谁来军戴瑞了？谁敢来军戴瑞？我看看 ADC 来军戴瑞了。我先来个双折磨吧，把这个多兰戒卖了，把这药也给卖了，我们来个美甲窃魂卷，双折磨配窃魂卷子，只能说是有点无敌了。哎呦，这小黄毛吹波扣，你有没有经过我允许就吹波扣？多放点雷到他们家的。哇，好准！这 ADC 准啊，这 ADC。先我们身后放个雷，一会儿我们要跑的时候啊，就往那雷上跑。随时站我们前面。有红，去把红打了。阿卡丽挂机了，没挂，这不回来了吗？兜呀，小炮，别着急上啊，兜自盲平 A 平 A， 往前上来，往前上，嘲讽住，撇个雷，兜自盲点点死了，没事，被我折磨死了。23层美甲的窃魂卷，往右边的小地方给他撇个雷啊！你还真敢上啊！我发现了，你看这雷起到作用了吗？别急啊，我们不上，谁爱上谁上。你怎么回事？捡灯笼，踩雷了。给小炮一个兜死了，哎，打的不是小炮吗？这个也死了啊，投降了。